创世纪第二十章，亚巴郎从那里迁往乃格布地，定居在卡德士和苏尔之间。当他住在格勒尔时，亚巴郎一论到他的妻子撒勒，就说：她是我的妹妹。格勒尔王阿比麦勒克于是派人来娶了撒勒去。但是夜间，天主在梦中来对阿比麦勒克说：为了你娶来的那个女人，你该死，因为她原是有夫之妇。阿比麦勒克尚未接近她，于是说：我主，连正义的人你也杀害吗？那男人不是对我说过她是我的妹妹吗？连她自己也说她是我的哥哥。我做了这事，是出于心正守洁的。天主在梦中对他说：我也知道你是出于心正做了这事，所以我阻止了你犯罪得罪我，也没有让你接触他。现在你应将女人还给那人，因为他是一位先知，他要为你转求，你才可生存。倘若你不归还，你该知道你以及凡属于你的必死无疑。阿比麦勒克很早就起来召集了众臣仆，将全部实情告诉给他们听，这些人都很害怕。然后阿比麦勒克叫了亚巴郎来，对他说：你对我们作的是什么事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，竟给我和我的王国招来了这样大的罪过？你对我作了不应该作的事。阿比麦勒克继而对亚巴郎说：你作这事究有什么意思？亚巴郎答说：我以为在这地方一定没有人敬畏天主，人会为了我妻子的缘故杀害我。何况她实在是我的妹妹，虽不是我母亲的女儿，却是我父亲的女儿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当天主叫我离开父家，在外漂流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：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要说我是你的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大恩。阿比麦勒克把些牛羊奴皮送给了亚巴郎，也将他的妻子撒勒归还了他。然后对他说：看，我的土地尽在你面前，你愿住在哪里，就住在哪里。继而对撒勒说：看，我给了你哥哥一千银子，作为你在合家人前的遮羞钱，这样各方面无可指责。亚巴郎恳求了天主，天主就医好了阿比麦勒克、他的妻子和他的众婢女，使他们都能生育。因为上主为了亚巴郎妻子撒勒的事，关闭了阿比麦勒克家中所有妇女的子宫。请支持网上圣经阅读，请按赞好及订阅，感谢感谢。